Ciao Bibi! Puta sfere! Immagino! La scuola!十七，我六十三的。哦，那我们两个差十岁啊。你呀，你八九的，你七三啊？对，七三啊。哦，那你现在做什么？台电的保全。高级工作。高级工作，有时候晚上还寻根之旅。那你忙什么？没下去玩？啊？没下去玩水？你有看过带鱼叉？我们叫盲务师的。盲务师。盲务师。盲务师。盲。再念一遍。盲务师。盲务师。因为每个部落都有不一样的那个说法，我的部落叫盲物。你太阳名字叫什么？哈用维浪。哈用维浪。对啊。哈先生有干巴上。有没有乱念？从头，这是真的名字好不好？有干巴上。有干。对，有干巴上。猎人的名字。你说你多高？186啊。别动。还有配有掏剑的姿势吗？中间一点的。186，对啊，以前是练棒球的。对，以前练棒球，没有我的战绩，不然我也在打棒球，好不好？现在中华之棒哎，你是在给我看什么？肌肉还是？没有啦，这个有这个没有？刀疤，这个就是韧带撕裂，铜泥浆，铜泥浆，有没有？你是过度训练怎样？对，变化球都太多了，不要忘记那人生。他国中念哪里？国中中道在哪里？宜兰啊，壮维那边那高中呢？高中一样，也是在中道。我是国中就跟高中一起练的。哦，对啊，没办法、啊，还是叫哈用维浪，还用即兴一种演奏，还是去捕鱼。你们两个合唱一首吧。对啊，你要靠过来一点，我比较好带镜头。哎呀，像维浪还用唱首歌嘛？靠你，再近一点。我会唱那个。上帝啊，原住民嘛。都可以，流行歌或母语歌，或者是那个老歌都可以。来。卡拉 OK 最喜欢唱的哪一首？我们不会抖音的呢。三组有什么歌？都可以。可以 stop 一下吗？我先想。有没有 stop 一下？先要想一下。你想一下没有？嘿呀，有没有？嘿呀，那有没有那个？那首歌太难了。还是什么？张宇的歌还是谁的歌？你比较常歌吗？不是啦。很红那个鲶鱼哥是我学长嘞，那个 YouTube 那个。他学长啊？那我学长嘞。有看过。打棒球的嘞。就这样走。有什么歌啊？他那样子算大学生了没？我也可以进去。就是大饼哥。什么歌？没有歌。介绍一下。林莫收了，林莫有。不是母语歌吗？对，他那个是关奈奈的母语。哎，想下嘛，喂。Best。你在打鼓吗？专攻贝斯，我弹吉他而已。弹吉他，吉他演奏爵士鼓。哦，我是好玩叫，好玩叫。那我等一下回去要拍一点哦。那哦，对，要等到很久了，我们要先吃鱼了。等一下，还要上班呢。对呀、啊。那你等一下几点上班？他四点就要出发了。半路四点就要出发了。哦。因为我那在山上啊。嗯。做保全的。高级工作。哪里、啊？海淀里面，你知道大坝吗？和平里面。和平啊。水坝。和平啊！好火车，你唱什么？有什么歌？有没有歌词啊？我们这些都是文盲，你爸妈都泰雅吗？对啊，泰雅，纯种的。你也是？纯种。哦。快点讲。纯种才会有这种眼神呢。看一下。两个都很帅哦。唱一下，你要唱什么歌？这是 bass 手接那个歌手呢，主唱呢。两个都。你是住南澳村子？第二村的你？金月。哦，你金月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瀑布。金月哦，金月瀑布。等下，中文名字叫什么？两个？林世杰。那你呢？罗伟恩啊。卓伟恩啊。卓越的卓了。对，卓越。他是金月最卓越的男人。啊，是吗？上次赛德克拜主角是金月的吗？对。住下面叫什么？林庆台。林庆台、这可能不能公布了，我怕会魏德生来找我。哪有他那个海报都贴出来了、啊。都贴出来了哈、哦。
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真的。他在家吗？对，可他没有，他最近都在台北。哦，宣传。在宣传。在台北吧。他本来就在台北啊。这是这边的小朋友吗？是我们毕业的。才几岁？15岁。那我要进了。你弟弟几岁？哦，这是五只。哦，你姐姐的小孩。对。很可爱。旁边那个嘞？这也是。你弟弟还侄？侄。哦，那你生几个了？还没。还我。在国中，国几？要国三了。国三啊。嗯。我也是要3年级了。哦，你3年级，长那么高。这个一岁吗？半岁？一岁半吧。哦，看到白天看到鬼了啊！我念书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去卡拉 OK 的。我们没有抖音那种的，自然就好。要有乐器才可以有发挥。不然你来 B-box 比较好。啊 ，B-box 在下面有 B-box 的。谁？我们来一段。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不会 B-box。那你会不会？不会。我又没有用 B-box， 我又不会唱。只有用歌吉他。啊，哦，你 B-box 加唱歌好了。去打鼓啊，他拍你了，你去教他教打鼓好了啦。哦，等一下去拍哈。你教可以打吗？去听。那你怎么没有去拍赛德克巴莱？没有去。眼神不够凶，没有身材。你靠你脸犀利吗？没有，就是不能拍了嘛。这边是他们刚刚唱过了。我上次有唱过了、啊、哪有？我上次不是在卡拉 OK， 你有唱，我有唱。你唱哪一首？哎，哪一首？对，你拍他了，你不要拍我了。我就上电视啊。我上次不是在卡拉 OK 唱过？你是哪一个村的？南澳村。南澳村。我唱那个我最亲爱的俄罗斯的沙车。什么？我你上次不是有拍？你唱哪一首？啊、我回去翻袋子。你乱讲！你不要翻在那个电视上了，那个不下来去。拍这个。宋子涵，宋子涵。大家老包，我叫包皮。啊！就不要拍啊！那个会唱歌的来了，你要拍那个。那是谁？拍这个就给我会。卡拉 OK 之王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换你接会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行。换你唱那个。我没有乐器，也没有。张雨生那首叫什么？我期待。我期待有没有？有一天我会进棺材。歌手嘞，很老，我就牵走了啦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哎，我叫郑子康。郑子康不是郑。郑子康，前面这个嘞，耳麦。宋子涵，我要叫耳麦。我叫低调，低调。低调的山，低调，低调的山，低调。完了，我的名字叫低调，真的了，不要看了。等一下，名字叫什么？他名字叫麦，麦叫。我要叫老包，我叫老包，要上电视哦。等一下，你慢一点啊。好了，先走了啦。好。好了。你们呢？没有没有，太阳组跟组部结婚，10个有9个离婚。我爸爸是算成功一个。嗯。这个外卖有土病嘞！真的要请他来听一下。
我爸爸叫简狗，爷爷是牧师。是龙头吗？道，道道的图